什么贝多芬可以有99个伴奏，但是他成为音乐家，他是有一分的天才，就是这个雷管被插了炸药才爆开。如果都是炸药，你拿打火机都点不着，必须要有雷管，它是要裂开，你就是要裂管。我今天就是正式给你弹一次啊，因为我们认识的半年多了，还没跟你聊一次。咬咬牙，打工是为了赚钱交学费，结果他不在这了，我上不了学了，那你就不敢成功。哎，这就是我说的一句话，就辩论法，你既然懂了，有一天你当了世界的女高音了，你就说啊，老师那天就是为了让我多来一堂课，跟我说了，苦口婆心。哎，少打一个小时，少端两碗面，你说我今天老板真的，我明天有生日课。我今天打工就是为了我的生日有的，那我少管两万年，每天要少点税，他就会感动啊！我就说到这儿，我就不要把我早上嗓子把你都为了说了个端面的事儿来张嘴来，你自己拿捏啊，一个小时上来，张嘴会上来啊，先吃到鸡肉，别人在唱卡拉 OK 的时候再加声，再先不要点歌，让他们先点，好汉不赢前三把，要他们先唱，他们唱三首歌着火了，剩下的两个小时。听得懂吗？对不对？哎，小师傅，先把机油换。一说上远路了，环球、环岛，先把机油换。把轮胎换成新的，都不能扎胎了啊！不要舍不得那点钱。发出这么多词，要把这个气泡一会了，间隔的距离越大，颗粒是颗粒越大越好，颗粒越大越好。一个葡萄啊，一斤只有10粒，那就大葡萄。一个葡萄一斤200多粒，就吃不成，还是惨，对吧？不对，对吧？你可以让它快，让它慢，让它大，让它小。对，气泡音就是声带的控制，既有气泡音，也有控制。啊，现在好了，还可以。我先这先给你唱，刚才是我该学到的。好，现在我们都是从一个点的下个代表的骚，小提琴最初的样子 ，G B I E G G， 气势上了啊，也不用比用力，哪一个用力？不用，这次解决了嗨心的问题，就是他原来力量从前头卸下来，从这儿加上去一场。我一摸他屁股上，哎呦！怎么像坦克一样啊？它一升下来，它是原来在这儿附属物，拆到这儿，这个加热要求是有弹性的，是有弹性的，都有弹性的。肌肉不能变成钢铁，知道吧？要有弹性，越弹性了，它松下来一下，就像那天唱40分钟，它也第一开唱啊，就像我们唱的这些所有的歌，包括草原恋唱到嗨心，它也唱上去了。原来它来到这里唱到6，最高点。我们40公里马拉松跑20公里就不跑了，还有20公里没跑，6、7、1，现在唱2，太低一个音了，知道吧？好，就那里去。都是膨胀的啊，都是膨胀的啊，这个就都要膨胀。现在不能光是小腹膨胀，全都是膨胀，记着我说的话啊，都膨胀，上下上下膨，左右膨，前后的。把弓拉开，箭拉弓拉，这就是膨胀就拉开嘛。准备松手，我要瞄准了，瞄准了，咻，松，光松手就行了，永远瞄准。阿弥陀佛，好，再上，阿弥陀佛，就这样，永远是上下、前后、左右，形成一个圆圈，就像罗汉的手。阿弥陀佛，就拉开，拉弓出去，拉。你再拉弓拉，最后一碰，那箭就是。好，你记得。第一呀，第一呀，第二呀，先上来。第二呀，幺呀，幺呀，第二呀，第二呀啊！先上，先上后边的。一马呀，下边下。抬头吸气，低头叹气，叹气的方法唱歌啊。阿弥陀佛。
八般武艺说这个方法，这就是我的厉害啊！有针管、水管、钓鱼竿、啊音叉，种种证明是声音是朝后边走的啊。摩天轮这样一转，它在中间那个轴也往上
我去了那个唐人广播电视台比赛的时候，看了一个蓝先生，是个华人，他会让人家躺着，他扶着他，哎呀，这是很对的。他让人站着，他拿手扶着后颈这样，哎呀，就是人民可往后倒，动不能，他没有了，你往后倒，哎呀，还有指点没有？甚至他让人背后抬钢琴，这也很对，他的方法这样证明。我们一般都是前面抬钢琴，他这样。平常我们唱最说话的声音是每秒钟100赫兹，我们这样说话，就是维塔斯唱4个8度，他一秒呢，他不过就是1120下，或者1125下，只是这样子。那我们平常的高音大概就是900多下，1000下，只差不了很多。不要以为啊就唱超音速了，不是，啊，声来速。不管都倒掉，不要里边有余气有渣子气啊。